七月，你怎么了？小朋友说的，但是在我们人鼻子就会变长。对不起，我带新月向希望道歉，希望没有退心，是新月自己摔下去的。只要你不把这件事情宣扬出去，你要做什么我都答应你。心愿那么小，他经受不住啊。心愿经受不住，希望就经受得住吗？这么小小孩怎么会头疼？别哭别哭啊。哎，老婆，该不会是被那个希望推倒之后弄的后遗症吧？哎呀，老公，孩子有几天不想去幼儿园也正常。来，妈妈带你去玩。你是怎么教育你儿子的？我一直忍着不跟你们计较。他做错的事情就应该让他知道他做的是错的。你不好好教育儿子，我替你教育。用不着你来教。出了这么大的事情，你就这么轻描淡写，跟没事人似的，是吗？我劝你先去问问你老婆这个事情的真相到底是什么，她最清楚。真相就是你的儿子弄伤了我的女儿啊！难不成你还想抵赖吗？撒谎抵赖不承认不赔礼道歉，这就是真相。我告诉你啊，你这样的家当我还真是少见。你现在包庇你的儿子，将来你的儿子长大了站在被告席上，你哭晕了，你都没有认识什么。你告诉你，这是我老婆，你要敢欺负我老婆孩子，我跟你没完。没事，放心。